我觉得就是有那个左线预备于手，因为会因为在一垒跟在三垒的方向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就是稍微记了一下。不过我们那天团练的时候有告诉我们，就技术手五步的技巧，就是外野先出拳，就会出去。所以这次第一次这个班这个比较特别，对，经验特别，就是觉得很荣幸，然后希望今天大家都有好的表现，然后也会很用力的在场边为中华民族加油。林湘会期待跟君君一起应援吗？蛮期待的、啊，我们其实之前就有一起应援过，就是明星赛的时候。那今天因为身份不太一样嘛，今天是打国际赛，会不会觉得更紧张，或是觉得更刺激？我觉得更兴奋一点点，然后我会非常专注看这个比赛。